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有一点烦恼。你的坏，你的好，总来打扰。踩单车，坐后座，去哪里都好。我只要能闻到你的味道，心里面要爱要有人当秋千。我一想你就出现在我的身边，这个夏天一起逃跑，只带上你的笑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被你拥抱，这个夏天要去海边，天上橘子冒气泡。太糟糕，心跳爆表，不可预料，怎么办才好？这个夏天一起逃跑，只带上你的笑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被你拥抱，这个夏天要去海边，天上橘子冒气泡。太糟糕，心跳爆表，不可预料，怎么办才好？这个夏天一起逃跑，只带上你的笑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被你拥抱，这个夏天要去海边，天上橘子冒气泡。太糟糕，心跳爆表，不可预料，怎么办才好？明月，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有些话想跟你说，你愿意听吗？坐吧，简短点哦。我想了很久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那些事，我也有点不认识那段时间的自己了。来救援队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是我错了。任何事情都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是我自己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才会给那么多人都带来困扰。现在我才终于明白，大家会喜欢你，就是因为你会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。明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真的做朋友吗？那之前说过的海外资源共享的事情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了，我们还会有更深层的合作的，不是吗？另外，我要户外品牌30%的股份。30%不行。姚胜男，给你阳光你就灿烂。我给你60%，你当老板，我给你打工。成交。
宣布，弗洛拉旗下的子品牌将专注于男士和户外的护肤需求，将由新成立的子公司悦盛来进行开发研究和生产。我将邀请任命姚胜男来担任悦盛的执行总裁。感谢花董的邀请，这是我们 YE 和弗洛拉合作的一个开始，希望之后我们能形成长期的战略合作。雪儿，我最近总是做梦，梦见我跟你求婚，这一幕我想了好久，我等了太久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了你，但是我不敢告诉你，我怕你不答应。我为了追你，偷偷的学做菜，把午饭做好，放在你办公桌上。你办公桌上放什么书，我就看什么书。你最喜欢动物，我最讨厌动物。我就回家看动物世界，每一集我都不落。我身上有数不尽的毛病，做过许多错事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，这么理解我。雪儿，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。今天所有人都在，我请求你，嫁给我，叶雪儿，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然后花明晨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就帮你揍他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打他？师哥，你们结婚可一定要请我当伴郎，我要沾沾喜气。当然了，你们都是我的贵人。爷爷，爷爷，不孝子孙。
看来爷爷还没有清醒，把我认成你了。说的就是你。我原以为你只是不学无术，胸无点墨，但仍还算乖巧听话，天真无邪。哪想到你居然好色成性，学会包养小白脸了。花董事长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不是小白脸，我是秦东海。你以为我老年痴呆了？哎呀，算是我看走眼了。我让你帮他，没让你勾引他。哎，董事长，您别生气，再喝点水。爷爷，你要是这么骂我的话，花明晨他要跟叶雪儿结婚了，您就不管管吗？这个时候出卖你可不好吧？你们俩都滚出去！是，快！不行不行了，明月，董事长怎么变得这么暴躁？我记得他以前脾气没这么大呀。性格古怪易怒，也是脑血栓后遗症典型症状之一。之一都已经这么恐怖了，之二我们怎么活？好奇怪啊！可是爷爷明明上次知道我们脱单的时候都很开心啊。爷爷是我气病的，这事儿我来扛。最后呢，我被明月打动了，放弃了与外衣的联姻，把集团还给了明月。爷爷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我以后一定……好了好了，这前因后果你讲的也太繁琐了。我是那种不通情理严厉苛刻的老头子吗？讲了半天口干了吧，喝水。爷爷，我能不能不扎马步？起来吧。雪儿是个好孩子，你们俩的事儿就不用我操心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明月呀。爷爷，东海是真心喜欢明月的，这点我可以作证。不用你跟我说这些，我必须得亲自考察考察他，不然谁讲我都不信。哎，怎么还不起来啊？麻了。